A very good morning to you and a happy Lunar New Year. 祝贺大家农历新年快乐！非常开心的，我可以呢不用戴着口罩来问候你们。我没有发现呢，原来戴口罩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很困难呼吸。终于呢，我们不用再戴口罩了，这是非常感恩的。我们还可以呢一起来这里敬拜，所以呢非常感谢神。下个星期呢，我们呢就期待我们农历新年的这个敬拜。我们呢会有午餐，今天我们没有午餐，因为是非常难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去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呢星期五呢，我们的组长才向我们通知没有这个限制了，所以呢，我们呢会预备下个星期我们会有这个农历新年的这个午餐。我是有告诉大家不要去和大家不要去到处去邀请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呢有这么多人。可是现在呢，如果你有一个你在这里的家人，你要邀请他们，可能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孩子，你可以去邀请他们。我们会尽力的去服侍。如果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你就去邀请他们。因为呢现在我们的限制放宽了，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做到。今天呢是情人节，所以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情人节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话语，安哥 SD 会来这里与我们分享，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敬拜程序。我们今天没有唱诗，可是安哥 SD 会来和我们去来分享他的故事。情人节呢，不只是呢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季节而已，它也是呢，爱是对朋友的爱，对身边的人的爱。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有一群朋友来与我们呢去分享这个音乐。在钢琴那边呢有Chloe。这是他第一次。然后呢在别的乐器上呢，我们呢有Chrissy, Sophia, 还有 Hannah, 他会拉小提琴。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的高度都差不多一样。他们呢是一群年轻的女孩，他们呢是在上面在那个儿童敬拜那里的。希望呢在年中他们就会与我们一起敬拜在这里，成人的敬拜。我们呢也让他们呢去更加了解敬拜是什么。今天他们会来拉，会来弹奏这个音乐。新年呢，我们要有喜乐；情人节呢，我们也要有喜乐。在我们的家庭，在朋友，还有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低头祷告，然后就邀请他们上来弹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可以庆祝你的美善，庆祝你所赐福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在新的一年，我们呢也想到这个爱呢是圣洁纯洁的，与你的关系在友情。也求呢我们的心呢可以受到喜悦，当我们能去领受到这个敬拜的时候，也求你呢可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们。现在呢我们要让这群女孩上前来，他们会也会自我介绍，他们的主日学老师呢也在那里支持他们。Parents, if you want to come here and take pictures, you can. 如果你要上前来拍照，你可以。然后我需要我的父亲帮我。来为他们拍照。只有父母可以来帮忙拍照。Happy Lunar New Year! 新年快乐! We want to wish you God's blessings. 祝大家万事如意! Today is Valentine's Day, also known as Friendship Day. In celebration of this day, we have prepared a special item. We have many reasons of thanksgiving. For me, this is my 11th week at Bethel.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excited I was when I first came.I didn't know anyone except my grand uncle and auntie, but soon knew who was related to who and made some new friends. My family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welcoming us into your midst, and we are thankful that God has protected everyone during COVID. For me, I'm thankful that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a very special Sunday school. Every week,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be together to learn God's word and teach each other.I'm so glad that I don't have to be alone and that we can all share in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Having a special church family is a great privilege that God has given me. Being part of this church family has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be family with each other. I am so glad that my family and I can be there for Chloe's family in their hour of grief during the passing of Uncle Andy.Today's song item is entitled Ode to Joy.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item has been unique. I'm so glad for the chemistry we have made through all this time of knowing each other. It has helped us listen to each other better and play with one heart. I'm very thankful to God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build a special friendship. Please enjoy the song item. Thank you.
非常感谢这些女孩，我们呢要去鼓励她们的这个勇气，因为是非常紧张的，站在前面，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然后呢要去弹奏，所以我们要给她们多一轮的掌声。我们要鼓励她们，叫她们继续练习，然后呢去建立这个友情。他们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身高，他们只是12岁而已，黑娜才11岁，可是却是最高的。非常感谢，感谢上帝的恩典还有祝福，帮助他们去成长，这就是我们的喜乐。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呢，他们是非常好的成长，有非常好的成长。这是我们呢看到呢会充满喜乐的。Okay, of course, they all want to hear you, Uncle SD. 他们会在这里，然后听 Uncle SD 的分享。Now, Uncle SD. 现在呢，我要邀请 Uncle SD 上来，我非常尊敬他。因为对我来说呢，他心里呢是有谦卑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生意人，可是呢他生命的这个焦点呢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在上帝里的这个信心。他呢非常的谦卑，他会去与别人分享他所学习的，他如何去应用在他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可以去练习他的信心。如果你在去年的年尾我们的回顾的时候有听到他所分享的，大家听了呢都非常的受到鼓励，所以呢今年呢我们要他在情人节去与大家分享他的婚姻。他也我呢与他见了几次面，然后呢他会去看这些细节，去看他所说的是不是对的，所以我们非常充满喜乐可以邀请 Uncle SD 上来与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大家早上好，农历新年快乐，今天也是情人节，我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呢与大家说上帝如何的赐福于我和我的老婆，在我们54年的这个婚姻里。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这里说到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有一些你们的婚姻比我还长，我说我们有一些照片，这里照片呢可以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人，你看他在这里，哇，他的花，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一个男孩。他这里，他有75朵玫瑰花。因为是他妻子75岁的生日，所以他就买了75朵玫瑰花。
Luna 里呢，就是他被他被访问他们如何的可以有这个婚姻的长久。然后你看，这是他年轻的时候。Luna 里呢是他的妻子 Auntie Grace， 有他的这个头发。这是他们的这个婚姻。然后这里呢，我和大家说，我呢那时候呢是在一个乡村长大的，我没有受很多的教育。然后在我大学中午的时候呢，我妈妈不让我和女生讲话。然后我读先修班的时候呢，我就被介绍。然后那时候呢，我非常紧张，我不懂要怎么去与女生讲话。然后呢，我就呢聚集了我的勇气，我的父母还有我妻子的父母，他们就知道我们谈恋爱，然后呢让我们要结婚，然后他们就很担心，因为我是一个我是在乡村长大的，然后呢，可是她呢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女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男孩可以这么的浪漫，然后呢，他就让我们结婚。然后呢，婚姻是你要尽全力去奉献的。你要有很多的给予和很多的也要放弃一些东西。我们呢要去练习什么什么是合为一体。那时候呢，我遇见了这个律师，他有一个丈夫。然后呢，他们呢是分开的，他们呢去吃东西，他们也分开，这是不健康的。过后我看到他们就分离了，离婚了，因为这是不健康的。那我们要练习什么呢？不只是练习我们这个精神合为一体，我们也要去练习呢，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物质上的。所以这是呢你要去练习的，你去练习这个东西呢，你就会兼顾你的婚姻。一个真爱呢，他们呢是不是顺顺利利的，你一定会有吵架。可是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吵架呢是不会隔夜的。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呢有些人吵架的时候，他们第二天就冷战，或者冷战几天，这是不健康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吵架，他们20年没有讲话，这是不好的。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呢，你不要继续的吵架，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在吵架上赢得你的妻子的。我的邻居，他们吵架，然后呢，用不同的语言吵架，在孩子面前也吵架，这是不正确的，不好的。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要自杀，因为他们一直吵架，他们的父母一直吵架，所以这是对孩子有不健康的影响的。
你们的那个吵架不应该在孩子面前，不要让他们听到你们的争吵。你身为子女呢，你要去爱你的妻子或者爱你的丈夫，因为当有爱的时候就会有和谐。然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东西，后面呢会有很多的电话号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家暴热线。所以你看，你要如何的去减少这些争吵呢？我们需要食物。我们也要属灵的这些食物，我们要练习我们的肌肉。我们呢对妻子也是这样的，我们要练习我们的爱，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浪漫呢是活着的。你看那些年轻的情侣可以去说我爱你，然后过后呢10年、15年后呢，是怎么样去还是去兼顾你们的这个感情呢？你会不会更加的爱彼此，更加的表达对彼此的爱？如果你发现你的爱是减少了，或者不坚强的，那么呢，你就要去重审。几年前呢，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就告诉我们你要如何的和我们的妻子去讲我爱你。然后他是47岁的，然后就看到他在那个时候。他呢可能是 一天10次去和妻子表达他的爱。所以呢，婚姻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尤其是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不能只是嘴巴上在说爱，我们的行动也要证明我们的爱。你要去拥抱你的妻子。当你去拥抱你的妻子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个化学产生这个化学，然后你就会记得这个化学反应。如果有时候你去买花，然后你就。你在生日或者在周年庆、在情人节买花，然后呢？如果你发现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买花，你可以呢去写卡。如果你不会写，你就翻开圣经，这里呢里面呢有很多所罗门的书，这里呢有很多他如何去分享的。这里呢妻子呢，你就呢要去煮饭，煮饭给你的丈夫吃。因为呢，第一个你要赢得一个人的心，你要先赢得他的胃。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喜欢美好的事物。在人，在所有事物上，我都看到爱，看到他们是美好的。孩子他们爱他们的祖父祖母，或者他爱他们
在这个父子关系上面的这个爱，或者在这个祖父跟孙子之间的这个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当中的美好。所以呢，我每次看到人，你是美好的，你是善美的，都你是美好的。你要去问，你要去看，每个人都有这个品质。如果夫妻看待彼此也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可以去表达，去分享，那么呢，这个呢，他们的子女呢也就会分享了。可以里面呢有当中有这个爱，有这个温柔，还有呢在家中呢有这个和谐。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 ，Lino 的第二个儿子，我每次要与他，我每次呢要去跟他握手，他就会握我的手。今天早上呢，你看他就开开心心的。他不把我当成是一个老头，他把我当成是一个有爱他的一个公公。所以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不管是什么，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这个美好的品质，你要去学习去谦卑还有善美，你就会看到每个人呢都是你的好朋友，你就不会有敌人。如果你看那些比较年老的人，你的美好也没有遗失，它只是从脸上遗去心中。你要去教导这些孙子孙女。你看，虽然公公婆婆他们比较虚弱的，可是他们也会来抱这些孙子孙女。这就是爱。所以最后呢，一个比较困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呢不忠诚。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要和你们说，我朋友的姐姐她如何去练习爱。她是一名护士，然后她的丈夫呢都会一直出去，就是到很迟回来，然后去应酬这一些，然后他们就一直吵架，然后呢她就要自杀，然后呢她就打电话，她其中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一个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呢就和他说，你还爱你的丈夫吗？他就说爱，那你就要继续的去爱你的丈夫。你相信圣经吗？他说当然，我每天都读圣经。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去遵从上帝的话语，去爱你的，就爱你的婚姻。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就去寻求智慧。所以呢，他就非常坚持，然后他就不去唠叨了，然后呢，他就等他的丈夫两点回来。然后她的丈夫就吓到，为什么她两点来接待她？为什么她变这么好，又没有去唠叨她，然后还给她水。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丈夫呢
他呢就不再去这些地方，因为他给这些女孩这么多这些应酬的这些钱，可是他没有给他妻子任何的东西，他就警觉到这是不对的。然后呢，他就改变了他的心，他就会学习怎么去爱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庭，会陪他的妻子去超市。然后他们呢，过后呢，就是有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家庭，还有婚姻。爱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它会盖过很多的罪恶，所以你要继续爱你的丈夫，因为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爱让所有事情都变得美好。所以呢，这里呢就有说到呢，神呢是充满爱的。我们呢要有真诚的爱，还有无条件的爱。我们呢也要去遵守上帝的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工作。这个疫情呢已经拖了我们一年了，然后呢我在想我几时可以回去，可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还有我们的年龄，还有这个复杂的这个旅程，如果我回去了，我回来就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呢我没有回来的话，我要用这个机会和告诉大家，我非常感恩我们的友情，还有那些煮饭给我们吃的，还有那些在这里清理的。我没有看过公共厕所比我们的厕所还干净的。我们也要感谢 后面的这些做影像的这些人，他们是幕后的大功劳功臣。我们在这里27年敬拜了，我们非常爱这个教会，爱你们，然后求上帝呢可以赐福于你们，还有这个大家庭，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感谢 Uncle SD 所讲的这些话，里面有的智慧，还有诚心，还有他所带给我们的鼓励，也非常感谢他的精神，还有他的爱心，因为这是让大家的心受喜悦的。 Uncle SD 呢还说到夫妻的相处之道，对我来说呢，他的信心呢是非常的实际的，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信心。你做了，你就会有一个结果。
他是一个非常实际人，在他的生意上，在他的生命上，在他的婚姻上，是看到上帝在他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呢，在应用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是要非常实际的去应用它。现在我们来看诗篇36篇，去知道呢，这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中去练习的。我们来看诗篇36篇第9节。在新年，农历新年，我们祝福彼此。我们说了很多的祝福语，让你可以开心，可以受到祝福。那对我来说，这里是有一个最大的祝福。那个祝福已经在哪里了？那就是呢，我们是否呢知道有这个祝福？我们是否有这个先见，可以看到这个祝福，去珍惜它，也去应用它？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远见的，可是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那么在36节这里读，36篇读到的呢，这里呢就是这里的一个远见，是看到呢罪。也看到了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也看到了我们要有智慧去相信上帝，信靠上帝，还有他所赐福给我们的这些祝福。这里每一个祷告呢，它都是呢充满远见的，充满先见的。它不是它这里呢不是呢你自省得来的，它不是从你心中自省得来的，不是你可以去用你的经历所得到的。这样你的这个在大卫这里他所有的这个远见呢，在第9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里有两个祝福是非常宝贵非常珍贵的，就是生命还有光。这是我们要去了解，要去发现，要去珍惜，要去应用的。如果你发现到了上帝是他生命的源头，是他生命的这个来源，那就是我们如何的呢，当我们明白，我们就可以如何的去被更新，被复兴。这里就说到了，在你的光中我们必见得光。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要去思想到的。大卫他如何的来找到这个远见呢？那我们现在就要翻到诗篇18篇。诗篇18篇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反省，当他反省到上帝如何的把他救离，从这个危险中救离。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了，上帝是他的力量，是他的山寨。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去珍惜，也会他的开始就是神是他的力量，他会爱神。他呢看到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光亮，
之前呢，他是没有，他是看不到的，他没有看到这个光，到位他之前没有看到这个光，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你看这里呢，你所在圣经里面你所学习到的这些东西是有智慧，你可以拿来学习的。而且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需要上帝去点着我们的灯。他呢会照明我们的黑暗。那大卫他怎么开始去学习，怎么开始有这个智慧呢？这里就是我们这里要学习到的。我们如何的把它变得实际呢？我这里呢就从安迪安哥 SC 这边学到了一点，就是你需要神的话语。你在诗篇十九篇，这里也一样的，这里有上帝的话语，我要去阅读，我要去了解，然后我要去遵守，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是靠着远见先开始，第一你需要是什么呢？你需要的是指示。你要从指示那里得来这个启发，然后你从启发这里得来这个远见。这就是为什么呢？大卫呢，他会说到，我们可以在上帝这里得着光。你读了上帝的话语，你去思想，你去应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大卫他发现了什么。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这里他就说到了，只有上帝呢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启发。你可以有指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圣经，我们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可是启发这里是什么呢？这里就说到了第七节，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神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你看到这里带来的影响的吗？那个智慧，那个快活。还有呢，第八节这里呢，神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神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里的影响。你看这里他就说到，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他开始呢被指示，他可以看到这个启发，然后他可以去学习，他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可以看到，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你看，当有一个困难、一个危机的时候呢，金价就会起价，这一样的，这是比金价还高，比金还高。你可以有很多的，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些物质的这些享受，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是不会去应用你所有的财富的。这里呢，他也说到了，你看，在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你看，他给你这个光，他让你知道，如果你一直走这一条路，你呢会有什么呢？你就会呢有罪，然后你就会堕落。
尽管你看到了，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这么难去爱，这么难去原谅？如果你遵守，那么呢，你就可以有这个大赏。这里有一个大赏的，这个大赏会来到你的婚姻。在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知道呢？是我们自己。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个光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上帝，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它照亮了我们的过错，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隐而未现的这个过错。最有智慧的事情呢，就是呢，求上帝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呢，不让我们呢，去犯这些隐而未现的过错。在十四节，神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里就是呢，这个光可以带来的影响。在这一天，在今天，现今呢，我们就说到一个人呢，他们要看起来可以呢去讲话，然后呢可以呢看起来可以主持大局，可是并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是出去你就把你所要讲的话就讲出来而已，这是不被接受的。你要有智慧。愚昧的人呢，就是呢那些呢直言不讳的人。所以呢，这里就是有智慧的，就是愿我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就是大卫他这里他所学习到的，他就知道是在神的光中，他可以得着见光。他是如何帮助他呢？在诗篇二十七篇，看到大卫他如何的用这个他所学习到的这个眼光来去看到上帝，在他患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患难。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消耗在这个患难上。那我们是否呢可以在患难中看到上帝呢？这里就说到了，神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神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这里所说的这些仇敌，这些军营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我们如何去找到这个力量，找到这个勇气，找到这个信心，来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患难呢？指示是好的，那我们如何要得到启示？从指示上面得到启示。从启示上面呢，得到了这个眼光，这个慧眼。你是否可以看到这里带来的这个影响力？要看见呢，你要有这个眼光去看见。你要去找到这个勇气，
你不去惧怕。我们也需要这个眼光呢，来干嘛呢？来寻求神。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去寻求神，寻求神。那你在寻求的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一个修水管的和我说，你去找这个找那个，我是不懂的，我不明白我到底在找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眼光。在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神，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里你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来寻求神。他这里呢，他说的，他曾经求的，他仍要寻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然后呢，他也瞻仰神的荣美。Uncle SD 可以在每个人的当中看到每个人的这个美善。我们不是在说到我们不理睬问题，或者去逃避问题，不是说到我们瞎了眼。我们要看到的是超过这些问题的，是否可以用信心，还有信靠的来相信，来看到事情中的这个美善。他也向神求问。他有这个兴趣呢，去求问神。如果你有一个学习的欲望，如果你有一个要被指示的这个欲望，那你就可以学习。就好像你拉了一条马，一匹马，你不能呢逼这个马喝水，如果它不要喝的话。How does this desire come from? How did David? You light my lamp. That you enlighten my darkness. 大卫这里就讲到了，是神点亮了他的灯，让他可以被照亮、被看见。神的光。在第八节，他开始感受，去感受神的同在。我们不只是要指示，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这些律法，我们需要在这里得到启示，得到启示，得到眼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感受，在第八节。上帝与你说了什么？上帝就和大卫在他患难的时候说了这个话，就是说到呢，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当你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如果你有生命的源头与你同在，如果你有光与你同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了。以色列他们在荒野40多年，摩西看到了，不是每个人都看到的。上帝呢，在那里是他们的这个烈火与他们同在，可是他们呢还是不顺服，还是叛逆，他们要那个地多过上帝。如果他上帝就说，如果你要那个地，你就去吧，我不与你同在。只有摩西看到了，他就说呢，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去。其他的呢，他们就已经是准备好要去了。如果这是你要的，你要的话你就拿去，可是呢我就不会与你同在了。如果你生命的源头不与你同在，那你觉得你可以到几久呢？如果那一个光呢不在你那里，可以到多久呢？
摩西就说了，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大卫他了解到这个，他明白，他要去寻求上帝，他要去感受神的同在，他也要去探讨他的心，为什么神不与他同在呢？为什么神不聆听他呢？他就开始去寻求上帝，去探讨他的心。第九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所以这个眼光呢，就帮助他呢去探讨他的心，他们是否呢有让神感受到不悦，或者是否得罪了神。你要看到，然后呢要去感受到，然后要去寻求，然后回到上帝的身边。第十一节，这里就说到，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是求让上帝的道指教你，而不是你自己的道。这就是眼光。你要可以去寻求，你可以去感受，你可以去探讨你的心。最后呢是什么？在十一节，在这里就说到的，求上帝指教他。你要一直去得到这个启示。你看到上帝的话语呢，是非常实际的。是求呢，上帝能去指教你。第十三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就早已上当了。所以这眼光可以帮助我们去坚持，让我们不上胆。可以说呢，如果不是信在活人之地的神的恩惠呢，他就早已上胆了。我们读了诗篇三十六篇，我们也读到了很多的这个眼光，这些远见是别人的这个。如果它是你可以自己应用的，是非常珍贵的。我呢吃了我第一颗自己种的这个火龙果，然后呢第一颗火龙果我就和我的妻子分享，然后它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龙珠果。我就和我的妹妹说，她就说我们那边呢有很多的龙珠果。当我看到龙珠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对啊，这就是龙珠果。可是当你自己种，你好像看自己的儿子这样去看待他们，那些攻击你龙珠果的这些昆虫，你都会杀死。当你得到了这个远见，它就变成你自己的远见了。就好像你得到光，你就可以看见光一样，是你的这个喜悦。是你会之后呢会非常珍惜的。所以当我们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我这里呢要恭贺，要祝福大家，你们可以有这个喜悦，你们可以重新的去发现到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也求呢神的光可以与你同在，让你可以有这个指示，有这个启示，还有这个眼光去看你的生命。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这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就是生命和光亮，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祝福，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充满喜悦的。让我们寻求 上帝，看到上帝也不要上胆，让他的话语呢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眼光。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呢就像我们 脚上的灯，指明我们。我们需要你来点亮我们的灯，点亮我们的黑暗，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寻求你。在患难中，我们不断面对的问题，还有这些带来的影响，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看到问题而已，而是看见你，可以去寻找你，感受你，探讨你，让我们可以呢找到这个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你赐福于我们。当我们呢去应用我们所学到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现实，也看到呢你如何的去完成这些诺言，求你呢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祈求，阿门。我们今天呢没有午餐，可是我们非常期待呢我们呢下个星期呢可以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敬拜，还有这个午餐，还有那些留下来清洁的，我们也买了一些午餐给你们。我现在呢就与大家道别，那也求上帝的祝福与你同在。那 Team 呢也会为我们弹奏，那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离开。